花小钱创业，全台首创共享商场，宽广明亮的空间，刺青店、花艺店、球员卡店，放满了创业的想法，年轻小资创业家聊天交流。这里是全台首创的共享商场。年轻的小资女 Sharon 去年从设计业离职，来这创业开女神花店。比起大成本在外开店，这里就像小型展览兼工作室，时间运用弹性，水电空调也不用烦恼，而且就位于百货公司里面，装潢都省了。到这边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那之前的话我没有说有其他店，因为之前的话都是有正职的工作，那花艺只是兼职在做而已。辞职掉以后决定说要来创业，这边又有人在管理，如果说想要少负担一点租金成本的话，我会选择这边。东区大五阁新时代购物中心的九楼，一半楼层被大汉环球商务中心承租。去年九月份成立美沙聚落共享商场，帷幕隔出十一间小店铺，每间7000到15000的超低租金引起市场讨论。大汉环球商务中心在2018年底入驻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，并于2019年结合我们自有品牌美沙聚落市集，业界首创在购物商场结合办公室共享空间，还有会议中心与工作坊的全新概念空间。美沙聚落共享商场后面结合共享商务空间，举办点餐、办活动、打广告，一条龙服务全都包，提高附加价值。业者认为在这波武汉肺炎疫情下，网络经营更显得重要，像这样一个人的小型商场生意受影响也比较小，今年还打算触角伸向北台湾，将成为商场趋势。